中老师啊，就大家在那边祝老师教师节快乐，祝老师教师节快乐。后来到晚上十一点的时候，发现老师都没有回，然后有一个九个同学里面有一个同学才发现，哎，老师已经退出群组了。有一个同学晚上十一点往前滑，哎，老师已经八月二十七号的时候不知道。